那个快递拿出来看一下呀。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是花吗？哇，这个山的好得很，拿钱包来嘛。钱包。这个是百香果。百香果。这个好。听见吗？啊？要听见哦。百香果19盒100多。两盒差不多。真的，你看嘛，那盒的香香的，拿来嘛要。悄悄的拿。拿来王师姐。悄悄的拿一手。这边走，猜对。哎呀，我厉害！我看他们说有送那个，送个盒吗？送个盒吧，应该有吗？喊爸爸来送去、哎，你喊爸爸嘛，你喊爸爸来送去嘛。爸爸来送百香果。又买些啥子回来哦？这个是百香果，你看。你看。还活得好好的。哎呦喂！我喜欢这个要拉棚的。这得接得起吗？接不起。接得起，还有生根粉，你看嘛，放一点生根粉都。你在等了吗？我不晓得，怂了。这个要打棚棚的。就带着门口，这个干儿说，反正不吃的。你看几个干儿说，你淘几摘几都没吃的。问爸爸看，爸妈给好。来，这个。这要该扯了，这个。等一下，放茶给谁扯呀？你扯裤的，先你马上就该摘了。等一下，放茶。马上就开摘喽。拿来给我。哇，你在穿啥子？这个白香果是送这个，送这个，打蓬蓬的要。妈妈，这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这干肉，这你看嘛，饥荒都心急的。这干肉不吃的，我说今天爬的干肉睡去。哇，那干肉说妈呀，管的喽，摘就摘就嘛，还当本来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噻。另外找个地是噻。谁不得干肉吃？是噻，另外找个地是。人家来都喜欢得很这个干。那干肉地是好得很。哪个？那个啊，那就那个。那边边上噻，在这边边上嘛。哦，你来夹夹嘛，又好打夹夹。大沙就跟那个烧花一样的，烧花夹的哟。对的，那个果它就掉了。我不是夹的，是要带一个偏，那个高点有个夹夹，只要吊起要。哎，就跟人家烧花夹差不多。那个水果跟那个果一样的。关键你摆宽很了，找不摆哪个的嘛？一定摆。你就把一个光光上给摆一下，要的嘛，那大家说通过好运。看以后看打的这长毛那面嘛，看上打的土土，哎，但长毛好干，但长毛面也要的，那个长毛面。那底下那个蓬蓬房子啊、哎、对呀、啊、我们那个房子打起好得很爸爸、嗯、哎呀你走就要过又不管事真的就是你走就要过啊我意思他们那边就是说我打的要的要的那个长把就打过去好得很那个锅锅就掉下来啊就掉下去了、哎、呀你只要是掏就是我就那关键那个有弄高的坎子还是有爸爸弄高才掏得到我别来我别来帮人垫脚我要帮人垫脚帮人垫脚哪个都掏不到在原来门口中途说太矮了你话啊走我们一路哎我一个我们俩的是三根这个四根中央也能摸吧硬币一壶啊还顾客很不行这是这当就扣在了一路不是这个应该跟普通人过他那个不得把谁没点子太狠喽要的我这个还不得要弄了那都是我哎哦够了我的天嘞你还有烟都是鸡巴的不是的这个棉衫在铺成鸡巴这个你跑了他们这个棉衫该整成鸡巴这个龙生的货了嘛这龙还有多点的鸡巴都不管谁多点点这个那个在地下是鸡肥的嘛那个是冬天嘛你把鸡巴干腹肌虫要不得嘛不你打算多少干一天了的你看嘛就是中可以也嘛呀可以我可以说这种东西啊那还不是这个窝档啊窝档好关水窝你还啃鸡巴关水也关水不是的今天干点窝它这个有点窝窝才恰当
那么说你混在边上不行，反容易说。要安静了，不安静，你心情也那个屁了你。哦，少爷也安静了，安静。不，到时候这第一年，那罗就晓得你肯定怕，弄点棺材敢打倒。是我够我们吃了，种的活的好。好吃嘛就接吃。这个身体好吃。接几节这个？像疼疼的，等于说是。这个是生根粉，看一下它生得起来不？奶奶，你都来看热闹啊！妈妈，我跟你说，以后他们进来干这个，以后我先做这种。走，我说姜会烧了。这个鲜了。哎，我叫你扣。那个大鸡出来了。